非常类似我们的什么，我们的 S 型曲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类似 S 型。好，等到最后来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进入下降期？哦，那当它进入下降期的阶段的时候，同学看一下，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它的出生率，好，这个时候你没有侵入迁出了，好，出生率呢怎么样就会小于它的死亡率哈。哦，